王祖蓝晒女儿弹唱视频，想送她进乐队。三岁 Gabby 摇滚范儿十足。5月15日，王祖蓝晒出了女儿摇滚风的演唱视频，并艾特马赛克乐队和魔动闪霸，问道：“你们乐队还需要成员吗？”看完视频，不得不说 ，Gabby 小小年纪音乐之魂已经藏不住了。戴着墨镜，一边晃一边原地转圈，表现力完全不输王祖蓝，台风极佳。Gabby 背着儿童吉他，身前放着麦克风，不时走上前唱上几句，小表情看起来气势十足。最后 Gabby 对着镜头做出非常帅气的手势。马赛克乐队和魔动闪耀大概也看出了 Gabby 是一个好苗子，纷纷评论喊话，让小姑娘放学就去排练。前一天，李亚男也分享了带两个女儿一起跳手势舞的画面。Gabby 拥有超强的表现欲望，看来天生就是吃明星这碗饭的，完全可以从童星开始做起。